巧克力现在呢是在新疆乐谦，最近呢就留在这边跟阿林他们一起学习玉的知识。然后前段时间不是进无人区了嘛，捡了两块石头回来。今天呢是准备把这两块石头拿去给它加工一下，看看能做出什么东西来。这块石头呢，糖比较多，糖包肉啊。然后这块石头可能里面有浆啊，不知道就说切出来会是怎么样的。走吧，让小白带我去开一下，看看怎么样，具体能做什么东西呢？我也挺期待的。现在是到这边加工地儿，师傅，大一点吧，一帮会我看一下这两个能做啥，能做成啥呀？做那个挂件，也其实也就是那个挂件材料。可以做那个转运珠不？转运珠也可以做，但是稍微小一点，它因为它这个厚度比较，这个应该是可以做。这两个刚两好个，啊，这个要切下看，切开看看里面料子咋样，行，是吧？那先切一下。可以。好，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切出来过后是怎么样的啊。这个就可以，这样，这先剖个面，这个地方，中间这块地方，然后这个地方做一个应该是没问题的，这个都可以，都有汤有肉，两块看着都挺漂亮的呀，哇！天地堂挺好，天地堂是什么？就是上面也带糖，下面也带糖，天地堂嘛，挺好的，这两边都是带糖。哇，看着好危险啊！天哪！这个已经出来了，到时候这样结的过，只能跨一边的糖，只能跨一边的糖，可能这边上的糖要是果仁的话，这边肯定带不上，因为它是这种方形的，可能带不上。这边或者带这边的糖带一点。太这白浆不行，这个浆是表皮上的，斜着的，表皮上斜着的，现在可以给它切掉啊，直接给它切掉。现在呢，料子是已经出来了。那个师傅，帮忙给设计设计呗，看噻怎么弄。那就做那个转运珠。啊，对。可以，转运珠可以。这边留点汤，这边把汤留上，这边把这个墨饼去掉，正好这个厚度。转运珠它是中间高，两边低嘛，上面做点那种回龙的花纹，一坨一个一遮挡。糖色也能体现出来，料子里面的轻微的小结果也可以，也正好也能做到嘛。这个工费的话是多少呀？工费也不贵，我手工做，我自己手工做，然后一个就是200-300块钱。两三百？啊，一个就是。一个还是两个啊？一个没钱，就是200来块钱。一个200多。对，都要手工做，不容易，200块钱不容易。就是大概多久能拿？还是说我在这边等，然后就可以？它主要这个雕刻还要破光，一般下来，要稍微慢一点点，不要急。它差不多要个1-2天时间，最少也得2天时间。啊，我还说整个能看得到拍呢。没有那么快，没有那么快。你这还要手工做的，一个基本下来就是一天，就是最多也就做一个。那比如说做这个的话，它是需要多少道工序？工序很繁琐，从切割到最后。大磨破光下来，最起码差不多10几道工序才能做好。十几道啊？啊，十几道工序做，很不容易。我过两天来拿。可以可以，没事。你着急了，先给你做，这个先给你做。我还有2天时间，不着急。反正，那我就过几天再来拿也行。行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没事。那他现在没那么快做好，所以就只有过几天再过来拿了。先放在这边吧。经过5天的等待，我过来看看我的东西做好了没。老板，我又来了。我那个做好了吗？这是啥？抛光了。抛光。这是一个大的滚筒机。这最后一道工序了是吧？啊，对。然后拿出来把它磨练都可以。看着还不错耶。它挺漂亮的，好像。看一下做好的，挺不错的耶。现在两个都已经出来了。哇，两颗刚好，一颗小的留给我自己，大的给小罗。
看一下，两块石头放了两个这样的，很漂亮的，很满意。这个师傅的技术确实是挺不错的。这个虽然说整个，吓死我了，真的是看得很满意。谢谢师傅。林子，快看，看一下我的成品。你的成品啊？对啊，就是我背下来那两个石头，然后做成的。好漂亮！哇塞！快，帮我配一下，然后穿两个绳子。好，这个也是几天。啊，这两个挺漂亮的。可以啊。可以。就我们上次一起去捡的那个石头回来做的。漂亮漂亮，赶紧穿了，穿了好绳子。用什么色？我感觉用咖色的。咖色的，粗一点的。这个太粗了吧？对啊。那就这种吧。我感觉这种简单好看一点。或者这个吧。我先一穿一下，你看一下。看一下，我都弄好了，已经全部弄好了，好漂亮啊！哎，这两个做出来成色不错啊，你看，对啊、一个是纯糖淡淡的糖，然后另外一个是糖青黄，怎么样？九眼天珠，哎，做出这么一对，你可以啊。这个这次没有准备留给罗总，然后这个我自己。啊，你做成情侣了？马上七夕节要到了嘛，那不是卖不卖？得给我们罗总卖不卖？不卖，出一万块卖不卖？不卖。让小红出一万块卖不卖？五万无价，无价了。自己亲自捡回来的料子做的。对啊，第一次上山的一个纪念嘛，是吧？嗯，祝你们长长久久，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最后一个，他不用。现在呢，他就是一个像样的礼物了。留着，等着罗总过来。这是我们第一次上山的礼物，大山赠送给你的礼物。我们过两天再去。祝你到时候捡一个大大的，去大大的矿山里面捡呀捡呀捡。挖大大的玉，好，就这样吧。期待着罗总的到来。